把所有人改成你，对不对？啊！小三，你话讲清楚，你怎么样？我也是个男的，要叫你要叫小王。一定是你先抱怨你爸。你爸走了，再怎么样我也算是你继父了，继母。老公，接电话。老公，快点接电话。我为这个家付出了那么多，我有错吗？请问一下，这是什么命？ 谁是小三？老公，接电话。谁在听清楚？接电话。我靠，大婶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，带你儿子去庙里面保庇，然后回家看台湾奇案？乖啊！到底谁会赢？